夫人跟我决定把他们的书桌放进来，来这里。那再看这些东西怎么摆，反正先把书桌塞搬进来，还要再调整一下空间吧。这边到时候再找地方摆吧。好，先清空间。我很喜欢这样的声音。如果把这个往这边移，没关系，刺刺的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这样就好了没？这边有个空隙，没关系。然后香丢这里，丢这里，没关系。可能就可以往后移，然后那边清掉，放上去。好久没有才从这儿。这样可以吗？这里面会比较热哈。像脚踏车没有地方摆，就摆那。脚踏车不能摆那。摆力气的，没关系。有世界上。最开心的笑容。妹妹那里好吗？喜欢啊，很舒服哎。今天他移动柜子才有办法装。今天我们的书桌在爸爸房间哦。好，先这样。因为这天太热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太热。但是现在还不到开冷气的季节。对啊，现在该开冷气了啦。还没有。热死了。冷气的季节是什么季节？你看你不好进出啊。爸爸说，拿包卫生纸，我还可以直接拿包卫生纸。我可以把你座位弄大一点。这防潮箱放哪里？防潮箱要放哪里呢？32。嗯，我喜欢这样。这样会不会太小了？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这边不能看电视呀？没有，我不喜欢在这里。这里太闷了。嗯，这里太，妈妈这一间太闷了，没错。我就先每个地方扇风好了，我是帮忙扇风员。这间有冷气，但是我好像有个帮忙扇风的保镖。保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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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镖。这里要扇一扇，不要。要不要？你这样越扇自己会越热，不要了。嗯。有这么重吗？哦 ，shit！ 怎么会推不过去呢？
搬一个铁架进来。好嘞，至少麻烦。边边有30公分的缝可以用。好，灯 OK， 插头，这条过长啊。这条可以到墙壁，用这条。靠墙壁，哦，跳，靠过去靠墙壁，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丢那里？这边可以偷丢那个脚架，推过来好了。妹妹来，你坐坐看。这个缝要偷藏的东西啊，脚架进去好，所以再拉出来一点。先这样，好，先这样，我再想一下。好，大概就先这样。这电风扇很4-5年没用了，然后这样改放在这里。这样他们空间比较大，但这萤幕有点尴尬，这萤幕不好瞧，让几个出来。目前这样，这边再整理一下，还要再清整理上面东西要清掉了。上次整理完要清，混到现在都没有时间去清，我还有好多影片没剪。好，就这样。看一下新家长什么样子哦。带你来看这个。嗯，喜欢的话再再买没关系啊，可以先看。这阿伯经历后，我要给你画来，画好。第一开始就觉得，要看新家的。某种程度来说是 OK。某种程度来说，妹妹看一下 ，O 不 OK？然后还有点，啊，你们的座位呢？来看一下，你们的座位旁边有两个盒子，一人一格吗？怎么样？还是都你的？你再跟妹妹瞧哈，妹妹来，座位这样 OK 吗？嗯。走，去吃薯条，走了，走了，走。哎，爸爸。嗯。我跟你说，我已经照两道具了。嗯。第一个就是设备加城市，姐姐有一个城市里面有许多设备，然后邀请和游行，叔叔邀请我们全家人一起去参加游行。第二个不错，第一个的话设备跟城市可能需要颠倒，因为城市是在设备里面才会有的。姐姐有一个城市，姐姐有一个设备里面有许多城市。嗯，因为城市里面是不可能有的，城市里面只有那些城市的那个城市码，不会有任何东西，实体的东西，它是一个虚拟的。嗯，设备是一个，譬如说 GoPro 它是的设备，它里面有很多城市可以让它录影之类的，懂不懂？所以城市是在设备里面的东西，城市是在电脑里面的东西。不可能说姐姐有的城市里面有许多电脑，这样是不是颠倒了？你可以把设备想象成电脑，懂不懂？这样懂了吗？懂。嗯，对。那、啊、你嘴巴怎么这样子？太干了，喝水。